遭横祸。三老案，鲁爷，好题材，我要把它拍成电影。这事儿不是跟日寇余党的报复有关，就是跟……我忘了告诉各位，凶手也来到了现场。凶杀案现场在此，凶手本尊来了，就差诸位兄弟门派的操作了。今天不弄出点名堂来，谁也不许走。我们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件，我们是要还原案件真相的。既然能出去，他为什么又回来？看见什么了？真的好出去的？出不去，他人还在这儿呢。不是，我得陪嫁。别问了啊，这个案子水太大太深了。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可怕？记忆。编剧，我编这个故事，加油啊！哎呦，这是说是要记录咱们开会。陆先生他就是喜欢玩些新潮的。这电影要是成了，咱们扬名立万。